小乐哥哥，朵朵，来了，感觉又长高了哈。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朵朵，我一个妹妹，这是吴迪姐，我们航校的同事。啊，吴迪姐你好，啊你好，女飞行员，好厉害呀。准确的说，是准飞行员。朵朵，我先送你去我姐那儿吧。嗯，好。那吴迪姐姐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吴迪姐姐，看起来没有比我小多少吧？哎，吴迪姐，嗯，你也住这儿啊？对对对，啊，我室友，我跟他合租。这是杜威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空乘。啊，你好。这是，这是朵朵。我老家的一个妹妹，我送她来跟华欣姐一起住。啊，那这么说你们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了。妹妹，请走。什么时候能修好？哎呀，这次不会像上次你们俩一样锁在里面吧？这四个人太挤了哦。杜威，嗯，能否配上你的乌鸦嘴？谢谢。干。你倒是一如既往的冷静啊。就是不能碰上你，碰上你就没好事。应该要跟你保持很多距离才对。行，那保持距离来。果然一保持距离就好了哈。电梯真是气死我了，跟人家电梯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看呀，是某个人看见人家青梅竹马来了，这心里不是滋味儿。我肖墨，这拜托，是吗？可是电梯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了，怎么之前没见你这个反应啊？我就觉得遇到他总没好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也是，这电梯坏了，关心什么朵朵妹妹嘛？应该第一时间关心我们无敌女王才对哦。谁要她关心啊？我稀罕吗？我根本不需要。她是谁啊？才不需要呢！